Hello，等我一下啊。忘记我要弄什么去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哼哼。Hello，大家晚安。等等啊。嘿嘿，好了好了，Hello，等一下等一下，Hello 鱼的，Hello 思源，谢谢思源的粉笔，Hello，我不会念，什么 S，Hello 点点，谢谢思源的粉笔，Hello Hello Hello 羽翼，Hello 天佑哥哥，Hello Sparky，Hello 笑。钱，Hello Pinky，Hello，等我下，等等等，Hello，好了好了，Hello 黄鱼，等一下嘿，Hello，压秒回到家看雨林，太棒了，刚刚好。谢谢孝贤的啾啾你哟，Hello 黑流星，等一下，哎呦，Hello 叶真，谢谢天佑哥哥的花朵，哒哒哒哒，晚安安，Hello 大庆庆庆，谢谢黄鱼的 Sweet Candy。Hello 智，Hello Kevin，Hello 老张频道，谢谢 BB 分享我的直播间，谢谢点点分享我的直播间。要不要那个诡异的连线包？他长得真的蛮诡异的，可是你很厉害，你夹到他，超好笑的。谢谢 Sparky 的糖果大爆炸。谢谢 Sparky，Hello 夜雨苍生，虽然烦恼依旧想不透，玩玩看就掉下来，真的厉害，哈哈，黄鱼，Hello Tomo，Hello 麦米钱。Hello 枫糖，Festival，掀起狂欢的漩涡，绝不疯不休。谢谢枫糖的心之挂，还有 Love You，大家有心之挂可以给我哦。我下一集到2500了，快要可以换我想要的东西了。就这样，身体好好。Hello 阿华，谢谢孝贤。Hello Lucky，Hello 券，要集到多少？我想要集到3000，3000可以换那个叫什么去了？脸部特效，我现在只能换手势特效，手部特效，会讲什么？集星之冠跟蓝色应援棒，对，谢谢黄鱼的星之冠，谢谢 Sparky 的星之冠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哟，Lucky，周日见，谢谢周，加油，深圳二一路海峡。已经退潮了。给你们看，我要画新指甲了，我自己做的，自己画的，可爱吗？Hello，
Hello 阿兹 ，Hello 泡面啊，泡三分钟。谢谢点点的心之怪，谢谢麦米前的心之怪，谢谢麦米前的人气彩虹桥，谢啊不对不对 ，Hello 燕子，谢谢宇宙分享我的直播间。对啊，我最近很喜欢换新的，可能也是自己涂的就不太持久，所以很常会换。我真心觉得我之前那个小猪很厉害，怎么可以撑那么久 ？Hello 塔瓦哥，哎，我帮你涂吗？握手，我有帮你涂。你没有看出来它是什么吗？它是，哎，这个渐层我真心觉得我用的很好，可是只能看这只手，我觉得我这只手弄的没有那么好。谢谢麦米前的人气彩虹桥，等一下。谢谢麦米前的麦克风，谢谢点点的 love you。Hello 黑哥 ，Hello 米酷 ，Hello 刘德华 ，Hello 阿正，等一下，谢谢孝贤的心之怪，噔噔噔。好，我刚刚讲到哪？啊对，这只呢就涂的没有这么好，你看这前面还有一点白白，可是这一只的渐层就弄得不错，等一下看得到吗？然后我的小妞妞上面是一个爱心，然后这里的爱心也画的有点丑，所以就比较喜欢这只。对，蓝色应援棒也可以，都可以的，只要是，我不知道，好像只要是新弄的都可以。爱心好看，我用那个牙签这样点点点点点，把它点成一个爱心，然后。这个是我第一次用刷具，你们叫刷具吗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画眼影的时候会用的那种刷具，也有人用那样子的刷具涂指甲，有，所以我这次是用那样子的刷具涂指甲油，第一次这样子用，然后就弄渐层。谢谢燕子的蓝色愿棒。Hello， 等一下 ，Hello， 天天1314 ，Hello， 吉野，你的狗把金曲票吃了 ，Hello， 你好，谢谢金柚的 Love You， 谢谢燕子的蓝神愿望。换一夜的尽头，紧握初衷，勇敢追求，你好怎么狠狠放开。谢谢孝贤的蓝色应援棒，恭喜孝贤中奖！谢谢阿给的 sweet candy， 谢谢孝贤哦，恭喜孝贤中奖，厉害哦！一天要5次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今天一个房，你们有发现我的布景换了吗 ？Hello， 社长，好久不见。哇哦，恭喜！谢谢孝贤的蓝色音乐棒，谢谢 Sparky 的蓝色音乐棒，谢谢黑流星的蓝色音乐棒，耶、yeah! ！好多 ，Hello 天天大，孝贤一直中奖呢，厉害哦！谢谢黑流星的星之冠，谢谢孝贤的蓝色音乐棒。我以为你连家都换，哪有？这个椅子就是一样的椅子，可是我后面换了新的背景布。上次是客厅本身的颜色，这次是布。孝贤一直中奖哎，好厉害哦！恭喜孝贤。阿安社长，嘿嘿，好玩。玩到很开心这样子，恭喜孝贤中奖，是不是很容易中啊？怎么那么厉害？谢谢点点的蓝色圆棒，你有上班呢，阿公。当爱像太阳里牵着彼此的手，
响起希望的钟声，不知回到在哪中。对啊，自己换不，我其实买这个买很久了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用。Hello 雪狐 ，Hello 据点，Hello 随遇而安，谢谢点点的蓝色一元棒，谢谢燕子的蓝色一元棒 ，Hello 愚者弟弟，游泳吧，哇，酷哦，酷哦。你啊 ，Hello 大岛 ，Li 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不会，哎，左上方的图，左上方是这边吗？这个吗？我自己画的，可爱吧？都教、哦、五六岁的。五六岁的上游泳课很厉害，Hello， 哦 ，Lingo， 你是之前那个 Lingo 吗？还是是不一样的 Lingo？ 哈，Hello 浪客9319 ，Hello 易凯，谢谢 BB 的玫瑰 ，Hello 人品君。可愛ですね。Hello Chen， Hello 北神凯，那念凯对吧？哒哒哒哒，命中注定的相遇。李贺，晚安呀，船长。可愛。不像无尾熊了，有比较好吧，对吧？哈喽米酒，谢谢黑流星的蓝色应援棒。哈喽。在初中某一秒的巧合，日常的路上遇见花的缘分，也是种普通。我总是相信着每一天每件事都有意义，都没有只有意义，好不好笑？谢谢米酒的 kiss 啾啾 ，Hello Scott， 突然发现了自己，告诉我的奇迹 ，Hello Peter， 很冷哈，嘿嘿。最近天气很冷呀，多穿一件外套哦。哎，今天真的蛮冷的，我觉得。打喷嚏。谢谢天佑哥哥。Hello 奇曼野刚。Hello CSH， 说的很好笑吗？哎，不要那么捧场啦。我自己也知道不好笑。我喜欢冬天，因为我觉得我冬天的衣服比较好看。对，我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冬天的衣服。Hello，Hello 123，Hello 俊泰。Hello 黑哥，外面骑车真的超冷的，对不对？今天，对，可以穿外套。我其实不喜欢露手，就是很没有安全感。其实是没差啦，其实。奇葩的答案还好吧？这个答案很好啊。而且我很会流汗，所以我不喜欢夏天。夏天我就怎么样出门都会流汗，所以我不喜欢。可是冬天还是有一个很麻烦的点，就是会穿很厚，就比较行动比较麻烦。
Hello 阿给 ，Hello 戴戴 ，Hello 半斤砒霜嘛 ，Hello 小雨，突然发现了自己，雪人胖胖变雪人胖胖 ，Hello 潇潇，穿越多会变越可爱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谢谢戴戴的心之管。上班的地方在山上，感觉就很冷。这一片绿草地，你会知道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看雨林直播杨姬疯了，哇，恭喜！恭喜你！哇，蜂王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不懂，可是听起来是不错，耶！恭喜！谢谢潇潇追踪，蜂王是什么意思？嗨，妈咪。冠军啊！哦，拿冠军哦！恭喜！哇！谢谢小麦的星之冠。Hello， 手滑哥，好久不见，不是那个疯狂好不好 ？Hello 怀华 ，Hello Seven， 晚安，好久不见。谢谢樱桃帽的玫瑰，对，就是这首。我是那个蜂王，好不？挑战客语吗？客语我可能就是一直讲，一直讲什么？我忘记了，我搞混了，等一下。我现在在寻找我的词汇里面到底哪一个才是客语，等一下，爱是谁？太搞后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客语我真的不太会，我都忘光了。其实我之前有参加过，我好像一二三年级我是台语社，不是社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本土语课，国小的时候会有一个本土语课，然后我一二三年级的本土语课我是选上台语，然后四五六年级的时候我是选上客家语，啊结果现在就忘光了这样。谢谢手滑哥的票票，谢谢戴戴的聚光灯下打 call， 对斗神的主题，谢谢怀怀的蓝色月棒 ，Hello 剪刀石头布 ，Hello 季风亮，闽南语对，太累了，等一下，你一定是才不是，谢谢手滑哥的星之冠。谢谢剪刀石头布的蓝色圆棒 ，Hello Simon，Hello Miso，Hello 秦海 ，Hello 微星。刚刚听了还想说雨林是不是台语很好？不是，假的，已经久远，还好啦，其实哇，谢谢剪刀石头布开通我的会员。不是粉丝团啦，我在讲什么？不是啊，等一下，我在讲什么？等一下，是粉丝团啦，我在讲什么？Hello， 还有一百分，你确定？看重播，不要这样子嘛！哎呦喂，不是我的会员，是我的粉丝团。谢谢，剪刀石头布。嗨起来哇！
什么意思？老鼠会，老鼠会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人可以告诉我现在的回放在哪里吗？还是他就没有回放了？我蓝钻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什么东东？我刚刚说了什么？我开播了，杰休息。对，杰今天没有开播哟。Hello， 切耳东。每次讲台语。什么东东？没有回放哦，所以不是我找不到，是真的没有回放，对吧 ？Hello， 本丸丸。Hello， 切耳东，我知道你呀，那天我在临街台，我有看到你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微星，有回放，有吗？在哪里 ？Hello， 西西，我现在是不是很会认你呀？嗯嗯嗯，我的刘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谢谢西西的星之冠，妈妈今天不在旁边，在啊，我很挺姐，当然，当然，我们要一起加油。啊，结果阿姐不来看我 ，QQ。Hello 北极星，谢谢 Miso 的粉笔 ，Hello 喜乐哭嘛。Hello 卡丘，谢谢你的名字那么热烈的。我跟杰当然是零杰啊，我是可爱的啊哈，自己讲。谢谢喜乐库玛的 Candy， Hello 企鹅，孝贤都会去，对对对。大剑来冲名次，大剑冲起来，第二名。加油，这是你的目标。你们知道 IU 吗？我觉得 IU 好漂亮哦，这是我很喜欢她的一首歌。很漂亮吧？哇，IU 是韩国的一个艺人明星，明星，艺人，艺人跟明星差在哪里？应该是差不多吗？嗯嗯，哎、欸、嗯，对对对，啊、我没有认真看。那个德鲁纳酒店，我就看小片段小片段，因为里面有这个，所以我怕我会怕，所以我就没有认真看。当然，不一样的风格来一位。Hello， 对韩团，七八年前真的，我觉得他很厉害耶，又会唱又会跳，然后又会演戏。哎呦，是不是一个？喂 ，Hello 小兰，有几段真的蛮恐怖，所以我没有认真看。女生脸比较熟，所以不太。好吧，你要这样讲也没有办法。我少女时代我喜欢的是，她叫什么名字去、啊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有眼。润儿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突然忘记，不是不是，我喜欢的是润儿，我觉得她很漂亮呢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哎呦。真好听，她很美对吧？
喜欢。你有没有看了 K2 吗？我好像看到一半，然后我就，我喜欢若比吗？我喜欢，傻眼。迷之山是我妈咪啊。TARA 是什么？哎，等一下啊。TARA。Tessy 是少女时代啊。什么东西？最爱我妈咪，润饼好吃。什么时候上木曜？我也期待。本来要追韩团，这样真的啊？哦，不错啊。之前喜欢哦，你喜欢太阳，但是不喜欢太阳。OK， 傻眼。大学现在感觉都比较多哈韩的。Hello， 古早味。哦，谢谢小易的 Love You。什么什么也加入 AK 什么东西？你是海OK， 赞哦，哈雨林风。你喜欢 Lisa， 我也喜欢 Lisa。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。就是，其实我觉得韩团的都很厉害耶，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要很会唱很会跳才有机会嘛，所以我就会觉得他们厉害。然后我最近很喜欢一个团体，待会你们就会听到他的歌，叫 ITZY， 你们听过吗？你们看过吗？其实我不知道他怎么样，但是我是最近才看到他们的影片，然后我很喜欢他们里面有一个成员，但是我跟他们还不熟，所以我其实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只是很喜欢他而已。对 Lisa 是泰国人，对，我也觉得他很正。对哦，戴戴，有，我觉得他们很漂亮，不是，我很喜欢的那个很漂亮。他叫什么啊？叫什么？有娜还是谁啊？是汉娜子 ，OK， 一集啊，真的，你有那么什么？那个嘿哟，什么东西？什么是哈电族？哈电族是什么？我喜欢那个，他叫什么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，重点。我想一下哦，对 ，Twice 他们的师妹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是忘记，是我根本就不知道，好吧？我今天好像有看到一次他的名字，可是我忘记了，好，是忘记，好吧？我不知道他是谁，等一下。里面有人叫佑娜吗？有吗？我记得好像是有哈，对，就是他，对，应该是他，啊，他是盲妹啊！我发现我都喜欢盲妹，怎么办？对，因为我也是盲妹，其实我不算盲妹。小星星 ，Hello 无聊的小雨
Hello， 永在新加坡。有个十七岁，我不知道他们几岁，我就是刚最近才开始喜欢那个。你是喜欢忙内？对，我是台言忙内。对，你们喜欢忙内吗？可是我觉得韩团的忙内都不忙，都不像，都不忙，不是都不忙，都不像最小的，就是看他们，我不会觉得他们年龄不一样之类的，是这样讲吗？就是不会像我看起来就是个小孩。韩国的跟我一样的年龄的人都很成熟。怪成熟的，你喜欢抖内 ，OK？ 他也是忙内，他。对吧？他是忙内。见到你变心了。Hello， 嗨的 ，Hello， 逍遥，谢谢阿给的 ，Love you。对，子瑜也是忙内。你没变心啊，妈咪。可是你的那个名称呢、啊？你看。谢谢西西的看好你哟，西西你干嘛不说话？真的，这首在真的。一个老师可能也是就是同一个歌单一直重播的吧。Hello 顺 ，Hello 双言。你的 S two 哦，好可爱哟。这个我跟你开玩笑的吧。谢谢西西的掌声鼓励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聊天，西西？西西，你不跟我聊天，我也还是会清零节的好吗？西西今天心情不美丽啊，你过来。那我帮你秀秀啊，还有秀贤，为什么叫我呆呆零，奇奇怪怪的？啊！你要我去亲你哦，这样子好吗？什么憨憨林臭猪蛋？谢谢害得的荧光棒，还有看看你哦。Hello， 曲米。恭喜下班！礼拜天会听到很有趣的自我介绍词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Hello， 阿欧酱，谢谢曲米的粉笔 ，Hello 优助。哦，我知道琪琪换新的，我知道。谢谢西西的掌声鼓励。新世界很烫吗？什么彩的那个对不对？什么彩？Hello 幼英。
小玉，谢谢西西的看看你哦。西西跟我聊天嘛，还好你看十五号，不然你要还 OK。你怎么有一种逃过一劫的感觉哈、啊？爱上逃避的坚强，不同的命运缠绵，让梦念不可崩坏。虽然我以为在身边，看你的脸，原来爱可以那么甜。逃过一劫啊，拿着韩彩文。OK， 逃过一劫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，你们是不是不会显示？我这里啊，那个原本会显示在一个小角落的，就是他提醒我什么完成，什么还差几个小时就达成他的目标的那个，他现在给我放在整个盖住我的脸，笑死我，我要把它删掉。我每次按那个叉叉都要按很久，因为我会一直点到旁边，然后它就一直弄不掉，超麻烦。Hello， 凯拉。嗯，真好听。这个后面蛮好笑。Hello。哈喽阿正，介绍也很好听。你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什么？阿公你后面打的最后两个字是什么 ？Hello， 小明。等雨林下班再去。OK。这周还好，还好吧。因为他是……哦，真的、啊？我好像还没有看到那首，一直出。哦，好吧，那你现在可以跟我聊天了吗？他说你什么啦，阿公？被马掉了啦。对呀，很好听哦。Hello CP 控。说你变态啊！笑你，哎呦！干嘛剧点我？嘻嘻！我现在，我现在对。这个团里面我最喜欢史崔奈子前辈，我觉得他好可爱哟、哦。知道你不是说那个吗？蜂王跟不是吗？谢谢西西的看好你哦。男生看正妹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你哪一天你同学看正妹你就笑他变态。谢谢西西的 kiss 啾啾，回来就听到那集，对吧？我觉得他的声音啊什么都好可爱，天哪，就是我觉得他声音的辨识度很高哎，而且跟我一样小小一只的啊。只要家跟我一样，哈哈，笑死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谢谢西西的 love you。
很甜吧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也很可爱，我觉得都很可爱啦！天哪，对，不是跟 Mina 也又不一样了，就是不一样的辨识度很高，对，反正就是很可爱就对了啦！天哪，还想说，有事吗？现在是美酒哦，都喜欢，还是笑妆樱花？我觉得笑樱花前辈也很美，真的。笑妆雨林耶，谁谁？哎，等一下，对，阿 K 很美，阿 K 有一个，对，阿 K 有一种独特的气质，就是跳舞啊什么，平常讲话什么也都会有一种阿 K 的独特的气质。军当蹦蹦。可是最近比较喜欢咦谁谁，例行赛最终战再见全雷打赢球星，为什么中二？哎，可是我觉得阿 K 的中二很不一样，就他的中二是怎么说，是好看的，他的是好看的中二，对，虽然是中二没错，但是是好看的中二，不会就是有些中二是真的就是，练笑中雨林是为什么眼神飘走奇奇怪怪？明天是舍不得，可是之后还是有机会见到阿贝桑啊！我说我啦，你们也可以啦，不好看的中二。就是太过头，我不知道，没有，我不知道谁是子逆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哎，校长拿这边，耶！吹个棒棒，吹个棒棒，吹个棒。郑秀是什么？就于什么？我哪里中二？你告诉我，我哪里中二？我很中二吗？我哪里中二啊？你觉得我中二吗？陈恩是，哦，一定很美。我觉得阿 K 穿什么都很美，因为他是阿 K， 很美啊，哦。我想要穿跨，先跨吧，对吧？跨。对嘛，我才不是中二，啊，小二可以。我才没有中二嘞。最后的握手会，不要难过嘛。为了自己的，可以，我去握阿贝桑之后，在握手会前一天去找阿贝桑，然后一直握他，对对对，就是粉红姐姐穿的那个，我是小二 ，Hello 铁子。
明明是去蜗牛的啊，等我等我。好美啊 ！Hello， 红茶粉圆。你现在还是只穿短袖？为冷吗？不会，我觉得很冷。我连待在家我都觉得很冷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晚上啊，被我们隔壁，就是隔壁栋的上面的灯吓到。它上面的灯就是两个红红的灯，这样子红红的灯，然后我就被吓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吓到。那冬天怎么办？就多穿点。我没淋雨哦，我只有雨淋，没有淋雨。大家想蜗牛呀？都我都我。哎，不要喝酒哎。Hello， 什么东西 ？Hello， 新哪里？对啊，希望明后天天气好一点。是这样就可以，一小杯。我是没喝过来，其实。开始专心看耶。专心丢，凉凉的是晴天，哦，我喜欢冬天的太阳。嗯，真好听，一小杯。专心丢，一首起跳，一首是多少？不可以，这样太多了，这样太多了，不行啊。Hello， 路人甲。哦。不要下雨穿。哦，对，明天狂哭怎么办？不要哭，雨淋秀秀。怎么可能不哭？不要哭啦，哎呦！谢谢点点的 love you。嗨，小贤，你回来了，带礼物，什么礼物？今天就哭了，别哭啊！今天是喜极而泣吗？谢谢小贤的心之挂。明天想哭，银秋太感动，真的哈。
没有错过什么吧？应该没有吧？跟一个同学，太多了吧？对啊，我也觉得玉泽。喜极而泣，那不是我看到的，真的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干嘛？你傻笑了，什么东西？10月19，别哭别哭，口没听到，我刚才什么？什么中断？谢谢点点的 love you， 看到雨林，哎，怎么这样子？你还把眼泪吸下去，这样，奇奇怪怪，别哭。刚好卡到，哦，原来怎么行？我也不知道，还好，哦，还好。原来西西是这样子的。什么东西？请自行解决。不要哭，你在哭什么？用中文就好，好的。笑到哭，你 是看到我不是我前天讲台语是不是？手滑哥。哦，手滑哥说那个天线宝宝很丑，我也觉得他长得有点奇奇怪怪的。没有，你还没看，没时间补的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会笑死。repeat， 是多好看，笑死我。被碾过吧，也在播，什么播？也在直播吗？噔噔噔！哎，我有自己的，我有人气卡，自己丢一丢。好了，丢完了，嗯哼。哦，沦落到要自己丢，你所以丢起来啊！大姐，你就是看我们多
可怜。别睡，别睡，大家起床啦！谢谢小明的粉笔，谢谢曲蜜的粉笔。谢谢小兰的带你去流浪，晚点，恭喜小兰升级，谢谢小神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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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呦，我的外套一直。有接到吗？不知道要哪张，都弄，你把它拼成一张，接到了。Hello， 广湖，谢谢广湖分享我的直播间。去吃宵夜，好，拜拜。冲榜，冲榜，冲起来！你不可以这样子偏心呢。只能选一个，那你冲榜好了。红包都想要，不知道，你自己选，吃起来，我要吃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昨晚新买了一个，我那天看到的面，是它是像泡面那样子，可是它是要用煮的，然后它是宽宽的那种，那叫刀削面吗？好像不叫哎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面。反正就是它是宽宽，然后有点波浪的那种，然后它是干面，炸酱干面，对，很好吃哎。我很喜欢这样子宽宽有波浪的面。还有阿公，蒸拌面，不是吧？真的假的？宽拉面吗？宽波面？宽波面。乱取名字。等一下，我去拿给你们看。我拿那个面给你们看。哦，秀秀，它叫蒸面糖，它是一箱的。我拿其中一包给你们看。看完了，就是蛮好吃的。哎呦，鸡呢？你们有吃过吗 ？Sparky 有吃过吗？吃过，哪买得到？我是在家乐福买的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谢谢愚者的带你去流浪。等一下，臭大便，留下来，没看到，在这里，一、二、三，
等，可以都吃都吃。你们如果有看到的话，可以买买看。我个人是觉得蛮好吃，谁都能帮你寄包来，好可怜呐、哦！快点，谁帮九蛋寄一包过去？蒸拌面呢、啊，也是这种面哦，真的。推荐什么口味？我买的是炸酱风味，炸酱风味，对，我很喜欢这样子的宽宽的面。你们知道22.02这个火锅店吗？有人有吃过吗？好，吃吃看。你也喜欢宽面，我也是，依依没有知道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生日可以去吃那家，我有跟你们讲过吗？生日的时候去吃那家，你几岁他就送你几片肉，我是不是讲过了？好像讲过了。然后他的面，对对对，季节 A 九也有一家，对啊，真的。要生日当天哦。只能生日当天，其他天没有，要当天去吃才有。真的啊，就是你几岁他就送你几片肉，超棒的哦。所以西西，你不划算啦，你生日不划算。再讲的是店名，它就叫22.02，就是那个时间的那个22.02。这样你只送五片。你可以去吃到饱，对对，可以。然后他的那个，他有就是吃火锅不是会有副餐吗？副餐，那叫副餐吗？就是有些副王子面什么的不是吗？然后他们就他副的面可以选，有一个叫蔬菜面的，他的面就是我很喜欢，我是因为吃他们家的面我才开始爱上那个宽波面。自己取名，当天只有当天而已。对对对，带外婆那种去吃，很棒。蔬菜面不脆，不错。okay. 好棒哦，很多片呢，可以吃的很饱。很好吃哦，我就是爱上它的面。而且它的，我觉得它的，因为它是都是有机的，它的菜都是有机的，然后汤底什么也都是很健康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之前就去吃过两次吧。你这样就透露你的年龄。他们算得出来才有鬼嘞。你们看，妈咪生日那天的肉，好了，不给你们算。你的油也是有机的，我有鸭啊。谁有鹅？突然，对吧？对吧？我也觉得，就是只有这个时候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年纪大一点比较好。这样讲，不是肉多多，肉多多是送他的。我觉得肉多多跟这家比起来，我比较喜欢这家，我喜欢这家的送的肉量。然后我喜欢肉多多的那个什么牛奶锅底，还没算完，不给你算，最好算得出来。我们其实那盘是已经吃了几片才拍的照片。雨林肉多多，你才肉多多，不对，你肉少少。对啊，我有鸭啊。黑流星最好是。
你怎么人都那么好？一进来就有魔性小，有吗？有吗？Hello， 人好。还在这奋不顾身，那是伤痕。好的呀，唱不下去。那你们谁最多的？我们那天一起去听。危险迷人。那是那是都快乐。好的哟，唱不下去了。我们却变得如此陌生。谢谢人豪的 Sweet Candy。的快乐。说话。你什么意思？哎呀。雪藏的难言。Hello， 玉人。你浪费发言。对啊。就是正常的肉片还要大一点的感觉，他们的鱼饺什么好像都是手工的。比你吗？真的？干嘛这样子透露人家年龄？谢谢玉人的玫瑰。会啊，的蛋饺好吃，蛋饺好吃。真的，你会来呀、啊？我买票啊！哎呦，你开一场就来了。谁比较多的话接？笑死！不要，我要跟林杰一起去吃的好，还要跟林杰一起去吃。林杰还，林杰其实没有很划算，他只有18片，是不是？生日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啊，思雅，思雅生日好了，还要好久。藏的难免，我怎么进退？你狼狈发言，每一眼都成了亏欠。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。你不知道妈妈是谁呀、啊？我不知道。余哲啊。余哲，我都知道你是谁。对耶，对耶，诗人诗雅生日那天就有，哇哦，不错哦。可是他们要做两波。他会不会不想跟小屁孩吃饭？爱情必然在你身边。真舍不得你，却藏在那边。什么东西？他问我什么？真的？比较淡吗？同天生日，好啦，西西赶快回来啦，你请我们吃。谢谢阿华的粉笔。七月的时候一起去，连续，可是是连续好几天呐、啊，不是同一天的。谢谢西西啊、哦，大件吗？好，谢谢大件。
他应该会给，不会，他看身份证，搞笑哦，谢谢大姐。Hello， 浪客七二八 ，Hello， 宇智波佐助，谢谢大姐。对对对，谢谢大姐。哪个来着？拿别人身份证嘛，因为看不出来。我我的气球飞不起来了，它现在在这。好像比较稳，你每次都在那边乱来。你现在说林杰台比较温馨，现在说我的台比较温馨，怎么有这样子的？哎呦，有人会怕气球的声音吗？我忘记是谁会怕这个声音，我忘记是我同学还是我们的团员。只要有西西在的地方都生产。原来如此。哦，他会扩音，他会这样子就变扩音，你们听到吗？把胸口的痛、烦恼和困惑，统统吹进气球。膨胀的担忧，我不知所措，慢慢松开双手。烦恼缓缓地飘向空中，里面的秘密会不会超重？随着风。飞到哪才降落？啦啦啦啦啦啦！嘿，海星帮你测了，哎，对嘛？嗨，再见的，你在笑吗？好笑。你们想看性感的雨林吗？不是现在。你们会想看性感的雨林吗？说错了，你说回。咦？想看吗？什么这么多个？没有啊，跳着手了。
如果可以的话，真的假的？想的是，哎，想啊，不会绝缘不行，我要全方位，我只是矮了点，嘻嘻，你做什么？期待中，好，你们期待，我在思考这件事。握手会，上次握手会那里性感？上次握手会那里性感？不太适合吗？不行，你要觉得适合，只是你没看过而已。其实应该是可以的。对不起，你想，喂，干什么这样子？奇怪，林姐可爱就可以，我性感就不行，你们怎么这样子？哼，看着就习惯，对吗？说不定哦。哎呦，以八岁来说。你们说林姐可爱可爱、啊、你们不是都喜欢她可爱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林姐。雨晴跟梦纯，梦纯是锵，哎，有可能吗？我就不可能吗？怎么这样子？录，你好像有录老师直播上跳这首，跳这首。真的，学林姐抹大腿如意，不行，不是那种啦，要讲究天分 ，OK， 果果是呆萌，对对对，林姐是漂亮的，漂亮，哎呦，还让你久等了，来了。Hello， 雨翔，我是可爱啊，奇奇怪怪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吗？握手会先试试看，你要我握手会性感吗？可以哦。我认为的性感是，猪猪老师的那种。不行，猪猪老师有点太多了。等一下，就是差不多是那样子，可是我不会那么多。你先跳个月子，然后不笑什么？哎，这样子，性感是露额头，嗯，啊 ？OK， 臭大姐。凯乐这种也是性感。不行，猪猪老师的太性感了，不行，韩团的那种，差不多吧。林杰峰，你就会叫你丢外套，嗯，啊哈哈，差不多啦。鹅王也是，哦。不适合我吗？不过你现在偶尔，哎呦，给你们，就是给你们看看，哎呦，画到自己，给你们看看不一样的我，主要是可爱，但是。可以给你们看看不一样的我，怎么样？不要吗？你觉得可以尝试？就是好玩而已，一两次这样子，不是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可爱为主，然后偶尔一下下这样子。哼，至少让人爆笑。为什么是爆笑？
手指转圈圈。你说这个吗？不是啊。下次直播，直播是不好玩。我在想想什么时候给你们看，期待不一样。好，好。有看哟。后天的，这边要在规划什么？没有，不要告诉你啊。那我握手会，啊，我再想一下再干，啊不，你们自己期待一下。明天跟林姐好像不错，好像不错，然后交换风格，然后玩那个，然后玩那个反笑，超奇怪，笑死我。好了，我们要来念榜了，我们来念榜吧。希望，哎呦，我在看了之后笑太大声，不可以，你们不可以笑我。那林姐要请，她才不会，怎么可能？她顶多就是一个飞吻，什么当当？你认为与林肉相间，肉相间？我怎么自己加字？我觉得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是有台风吗？对呀，应该吧。对啊，我记得。好啊，谢谢九蛋的荧光棒。红包礼物二选一，你自己选。我跟你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是礼物，你赢了是红包。我不知道。吓到喷火箭，西西会疯掉吧。哼，要先丢剪刀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西西聪明呢。哎呦，好像也是不错的啦，对。剪刀石头布，那你打字。啊，我说了，这是什么？红包。哎，可是那是愚者送的。谢谢愚者的石头。当当当当当，当当。啊，看你想丢什么啊？你现在有几个浪花？你告诉我你有几个浪花？你现在有几个浪花 ？CP 值？不是你猜这样子，直接自己跳进那个坑里这样。不，红包魔法领取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我最近好像跟红包无缘，那算了，大件丢礼物吧。哎呀，谢谢红包，丢礼物吧。谢谢北极星的蓝色一人棒，我更新啦，就黑黑的啊，我更新了，啊，结果红包无法领取，大傻眼。
我如果要无法领取怎么办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谢谢笑笑，还没有，好不好？哎、嗯，准备好？他们想要的感觉。有事吗 ？Hello， 高桥城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测试系统，才总榜的。看后 ，OK， 让雨玲玲看一下，有事吗？谢谢家养的玫瑰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去？红包无法领取，不不不，别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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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小雪。我们来念榜吧。大姐，你要不要丢礼物？你按掉，哈哈哈！笑你，因为我也没抢到，哈哈。离开浪再回来，可是我现在不可能离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丢了，不丢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不要再浪费了。别丢了，别丢了，各位，别丢了，别丢了。哎呀，别丢了啦！哎呦喂！谢谢毛怪杂工的粉笔。所以要礼物，要火箭，不是啊？开玩笑。我准备好了。你是也无法领取，跟我养几个掌。就跟你讲红包，我没办法领，你还要丢红包，你故意的。你现在丢红包，不要。对我来说没有很好。对对，就丢回去，就多一二零，哇哦！红包跟火箭，鬼都知道。不要现在用了啦。我没有现在用，给你看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了好了，不玩了不玩了，不要强迫大姐。那大姐你丢个蓝色愿望，还是星之冠，这样就好。你现在第几名了，大姐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不错耶，不错哎，开心，也可以啊，又丢八四，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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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几名？对啊，今天的，现在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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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是不是没进榜？下次我帮你看。我看不到大件啊。看不到大件。第八？为什么是第八？没名。抽大件给我偏心。大件哪有第八、啊？不是啦。谢谢大剑的麦克风，恭喜大家升级，现在第几名了？
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你的位置，大本人，大本人。有了，大剑第六名了。好，开始念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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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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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拿你手机呀。第六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踹！不要生气气呀！Hello 玉安，我想有吗？有没有很期待？太好笑了！大家现在就有罐头了，他才不用期待了，对不对？跟小兰对不起，快！什么的呢？你每次都忘了问。哦，对呀。等一下。不止一只妈给，糟糕你，啊糟糕你，哎我今天你们要提醒我，要问你们，要丢什么？谢谢黑流星的蓝色应援棒，哈罗浪克859。谢谢大顶的枫叶，超级偏心。有，我昨天有看到大剑第二名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超好笑。谢谢大剑的枫叶，谢谢戴戴的蓝色应援棒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嗯啦啦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大剑要铺梗，然后呢，那在雨林第一百场直播的时候丢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就现在就先来念榜啦。大家欢迎拍手。纯粹我想再听一次这首歌。还有，有剩的话，好。今天大家会听，好了，我要来念榜了。我要来念榜了。一样会被挖坑，笑死！好了，我要来念了。第十六名是阿华，谢谢阿华。什么等等？关我什么事？第十五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。第十四名是
米酒，谢谢米酒。第十三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对，一样会被挖出来。西西不讲话，我就一直西西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大姐不讲话，我一直在。大姐，你为什么不丢红包？就是这样。哒啦哒啦耶！哎呦，踢到，翻回来。好，第十二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播过了耶，这首歌，哈哈，为什么是这样？谁叫你要不说话？第十一名是燕子，谢谢燕子。第十名是点点，谢谢点点。孙雷，你是那个孙雷吗 ？Hello， 好，继续。第九名是戴戴，谢谢戴戴。拦不住我呀。Hello， 孙雷，孙雷你怎么新有新账号了？第八名是天佑哥哥，谢谢天佑哥哥。想测试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学什么？对，初心者徽章。你想听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东西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手机模型哦，酷哦。西西这个，你看哪里有西西哟？你看哪里有西西哟？然后嘞，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啊。嘻嘻哔哔哟，嘻嘻哔哔，嘻嘻是这样叫吗？嘻嘻是这样叫吗？嘻嘻怎么叫？因为我那天在临街台啊，搞笑，昨天呐、啊，昨天在临街台啊，昨天临街唱的时候我就听到了，嘻嘻，太好笑，我没有扇子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嘻嘻，嘻嘻，我给你，来来来，我给你。他才不会拿这个嘞，凑合着用嘛。你看哪里有嘻嘻哟？你看哪里有嘻嘻哟？嘻嘻，嘻嘻，好奇怪。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
啦啦。好，好的，继续啊。第七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其实是这样子。好好笑。完全没浪花啊啊说雷呀、啊哦、他原来是用什么灯啊，他如果原来是用 SD 灯的话，他就在把它改成不是啦，不是他不是在说那个、哦、Hello 葵花田，没有啊，没事。那就现在大剑丢红包，不是、啊。名是麦米钱，谢谢麦米钱。不要现在丢，好，明天丢可以的。我希望领到，得意嘞。好、啊，第四名是小蓝，谢谢小蓝。
妈爸。啊，好美哦！啊，我们现在要来拍照照。啊，等一下，哎，我表弟回来了，啊，你在直播？对呀，嗨，没事没事，好啦，我们赶快，什么姐姐好奇怪，你才奇怪。姐姐奇怪，嗯，来给你们看我的指甲，好吗？你们要什么？要跟他说晚安？不要。好了，哎，你们那个罐头私讯给我好了。不然我会忘记。好啊、哦，好啊、哦，拜拜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看看你说晚安，晚安，哎呀，好，晚安，晚安。拜。